哈哈，是谁又爽到了？看看这双人热搜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俩宝官宣了呢。再看猫眼剧集角色热度半年榜第一名是我们的魏若来，更觉得今年的奖都太好笑了。就像前一阵频翻热搜，有人让参考追风者，你们这啥意思？也怕被偷奖吗？我记得当时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还说是我们闹得太难看，就连没拿奖都要甩锅给粉丝。结果这才多久，同样的双男主套路提名又来了。不过这位很公正的路人，你怎么还双标对待了呢？但我可不掺和，因为终于轮到我悠哉地翘起二郎腿看戏了。看吧看吧，这内娱终于颠成了我想象中回旋镖的样子，心疼嘛。但老话说得好，没有提名说明你们演技不够，那就好好磨练演技，争取下次超过他们呗。抖音。